有一个二位数的十位数字比个位数字的三倍还少二。如果我把两个人互换之后，所得的新数比原数还少36。好，所以只要是讲到数字的题目，我都会画这样子。它是个二位数，我假设个位数字叫 x 的时候，那十位数字叫做三倍再少二，这一个东西叫做原数。OK， 那所谓的新的数，新的数就是把两个人对调而已，所以这个人叫做 x， 这个人叫做3 x 减2。好，要列式之前，我们先来写一下，如果有一个数叫做47，它分开写要叫做4乘几倍？七，四乘。四叫做十位数。四乘十。七乘一。好，七乘一，那就写7也可以。所以47要分开写的话是4×10，然后加7。所以我现在要开始写了。第一个我要写新数。新数就是这一个十乘上 x， 再加3 x 减掉2。那比就是等号。那原数我用蓝色写一下，原数就是十倍的3 x 减2，再加上 x。好，这个是十的3 x 减2，然后再加上 x。所以新数新比原还少掉，就是减36。OK， 所以我把它写上去。新数比原数还要少36。好，再来就往下算。10+3是13 x 减2，等于这里叫30 x 减20，加上 x 再减36。再来，等号右边是31 x， 这两个是31 x， 所以我就把它移到右边好了。31 x 减13 x。-20负36叫做-56，负56丢过去是正56，这里叫做正56，然后再减2，等于这里叫做18 x 等于50，所以 x 算出来叫做3，所以我把3带回去这个位置，得到339 9-2 7，所以原来的数叫做73。